你扣扣吃，扣扣吃，啊！你散吃，你哪里？拍谁？哦，你在厝哦、喔？我想讲我住市电，恁无人应。哎、欸，拍谁的？我弄问你吧，请问一下，敢爱背？啊，免啦，免啦。我甲你问一下啦，这个月少，是不是太好话？拍谁啦？刚刚会使我一寡时间的话，你真敢讲呢？别人的笑，我用两礼拜、两礼拜收的，啊，无人在改，啊，你咧，苦等苦等，是等啥笑啦？就哈可以变成的，够啊！啊，着因爸着啊，我想讲看会使斗三公无安尼。干你爸爸着啊，你嘛要管着啦？你先顾好家己啦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处理啦！怕怕死啦！我看吼，你这假经吼，嘛不哩啊细经啦，甲你抬死了吼，抬只，我看嘛拄拄啊好啦。阿罗，想要甲我抬是不是啊？无啦，阿大，我哪会假嘞？哼，看你少年我穿袂少吼。无啦，是迄小陈迄小外形，我就想讲穿几个细汉仔来甲吓惊啦。阿大，你哪会来啦？我听讲你一只啊，过来讲一个代志啊。哦，来，主要就看一下。啊，你搁会记得嘞？之前迄双龙集团的 case 啊。哎，会记得，会记得啊。听讲哦，伊搁要加一块地嘞。我一定看好啊。咱只要改一间厝啊，咱得够手吼。你知无？李顺嘞，有三倍哦，三倍啦。哎、欸，是讲哦，迄间厝的主人哦。唔要叫什么名？什么林丽如、林萧？甲恁念卖林啥萧啊？林倩倩啦、啊！啊，对啦，林倩倩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听讲哦，伊开一间育幼院呢。哎呀，伊家业主哦，对哦，扣上哦，就400多万呢。哦，咱咱最后提这物件来个强行，这代志落你办咯。好，没问题。对啦，卖讲咱无良心啦。国北路迄间厝哦，暂时要大一站啊。拍了，伊就安静离开。哦，无问题。甲人抓倒来，叫名签签的啦。大，放心啦，交我的代志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哎、欸，你讲会到做会到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来，拜拜。哦。二哥，人抓来啊！我知啦，叫我大声笑无听着，起来啊，大哥！好，人去拖出来啊！干，吵死啊！行，随意啦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走来这边？我跟你讲，我要走呢！哎，阿姊啊，什么叫做无冤无仇啦？来啊！这吼是咱靠上借的钱啦，前两天哦，搁借20000啦。哦、我看你吼、哦，真袂晓经营迄个育幼院的啦。许先生，许先生是黑社会的。啊，迄啦，迄啦，迄啦。哦，你感觉迄、那個、哦，借要400万呢？我看你加加的哦，500万是走袂去啊。嗯，你的厝拄好压伫阮家啦。我看啊，无你来阮家上班好啊。歹势啦，我拄好袂记你啦，阮店哦。无欠歹交啦，啊！不过吼，你放心啦，拄着我哦，算你运气好啦。我拢替你想好啊，你迄间厝的位吼，遮尔好，啊！你遐哦，遮名签签的啦，啊，500万就免还啊，厝都阮，我给你50万，赞吼。啊对啊对啊，啊大个所在吼，你嘛放心啦，阮大吼已经给你处理好啦，有一个所在给你动的啦。啊，啥款？不要。啊，无100？不要。105？不要。哎、欸，你给我站站一下哦。108？我说不签就是不签，就算你要给我几千万，我就是不签。吼、哦，你这只狗吼，真是鸡掰的。你赶紧要想好清楚啦，这么欠欠欠，我你一礼拜的时间，你若是无搬走，都唔是阮这嘛善良黑社会啦。好，要商量可以，但你可以先放开我吗？阿贵啦！我要你
一辈子都做不了坏事，一辈子都只能帮助人。走，我才这上诶。敢那有期待在想我咧？你白痴哦、喔！你那些创阿小啊，小查某好呆。哎、欸，我是讲煞诺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一礼拜时间啦，你若无搬走吼，阮黑社会哦，有黑社会做法啦。干，小查某，干，拍球啦，帮助人，我笑死人，帮助人，干你娘的！你欠我十个小，我就请你一个大饼扫，赞吼！哎、欸，较认真地扫啦，够诚意的，要扫就认真扫啦，扫清气啦！快快快，水啦水啦！啊，你莫惊着啦，我看会歹人去啦，使恁抱哩，看，紧来紧来，扫清气啦！这我来就好啊。不了水啊！不了水啊！啊啊，无扛着啊，扛着，扛着啊！最近怕叫呢。你是在创啥？辉哥，安尼是毋是表示讲，最近交警会使继续做落去啊？未继续，无可能啊！你咩用伊黑面甲我看，我都无可能啊！哎呦，辉哥，别歹势啊啦，真多谢你甲我斗相共啊吼！我要你一辈子都做不了坏事，一辈子都只能帮助人。别跟我对啦，靠呀！干你娘！你是要干？你是要看车哟？塞恁婆，你要呆落去哦！哎呦，你是不要塞哦，要塞就好啦！哎呦！啊、你是不要买落啊！你是在创啥货啦？吼！你怕小草？真是小草！笑啥啦！小查某，赶紧用转来啦！既然来了，那就帮个忙吧。傻小啦！哎呦，傻小啦！我不是倒三工啊！好啊，你卖收车费啦！好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啊，你差不多啦！好啊，卖安尼用啊！你先去洗澡，我等一下就来。喂，创啥啦？喂，威哥，啊，你是走去倒啊？高大哥来阮家啦。哈，去更高啊？哈，到偌久啊？已经十分钟啦。啊，伊伫咧问你伫倒呢。啊啊，好啦好啦，五分钟啦，五分钟啦。啊，你先甲安奶者啦。好好好，我再去。靠背啊！有事要忙哦，那今天就先这样。干！恁爸这个代志要做呀，你这小查某，甲你放伫咧遮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莫想嚣掰啦，啊，我人叫来吼，算都免算啊啦。反正你到几个人来，我就几只娃娃啦。干，恁爸这下都无可能再笑的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命想要跟签签的啦，莫浪我的时间啦，小查某。大，要冰茶哦，我才有高级的哦。我借问一下吼。
你今日是去走去倒位哈？真无闲嘛吼！哦，我都要等哦，半点外钟啊嘞。啊，我到你小陈遐收潲啊。潲收着无？有啦，十个潲拢收着啊。啊，收了了后，我就去遐台下经啦，啊，就无闲到今嘛啦。来来来，面地面地，啊，才几支啊？安尼，我问你一下吼。林小姐，迄块地你处理到安怎？哦，处理也差不多啊啦。我话讲一礼拜时间无搬走，操你！大风开始了，啊！你气歹，臭阿小啊！我是问你讲，你想要林小姐一礼拜时间啦？你知影？咱若脚手受寒，双龙酒也绝对没有机会啦。到当前要第三杯你准咯，今天一拢摕啦！我干你气歹，你莫当作你规家人话，我唔知，我来讲哦，你敢搞我骗？林小姐已经厝，赶紧好处理哦，不然再死！行。免啦，靠背啊，洗头比手小较认真。干嘞！叫伟哥啦。好啦好啦。啊，你要创啥？李少威在吗？我想要找他帮个忙。你要创啥？丢到哪啦？哦，你真正烦的嘞。好啦。哦，小查某，你真正是哦。正痟的，我拄仔等啊久着。到了没？还没。到了没？你很烦呢，到了啦。等一下啦，哦，就忝的嘞，我抽一根烟再进去啦。好啦，去吧。等一下，记得抽完回来帮我。知道了，啰嗦，小杂物。好啊，好啊！你最近真无闲哦，
无怪我那找拢找袂到你。听讲啊，你还几间小木去搞收呢？哼，我是讲啊，我想那那找拢找袂到你，结果呢，你甲恁娘鸡巴，你还来个玉儿小姐你会啊？无彩哦，我也用心栽培你，结果呢，小小代志你都办袂好势，即马搁甲玉儿小姐都爱勾勾缠啊，安怎？即马爱着只狗，转来搞我个是不是啊？太无啦！鸡巴呀！干，你搞我听好势，玉儿的代志哦，嘛免你烦恼，我叫人处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行，大，大。稍微远了。起来啊！一，我回家。哦，轻一点呐、啊。还是乱动啊！看看看，你在看什么东西啊？看你住的地方好破。一点都不破，好不好？明明就很赞。抱歉，用诅咒控制你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拿走育幼院，想说让你跟小孩子待久一点，也许可以改变心意，不一定。哎，好啦，我肚子很饿了，我要去买宵夜吃。你要不要吃？我帮你买一份。你要放我一个人在你家？你忘记我是黑道？你忘记我会魔法哦，根本就不怕你做坏事啊！好啦，你要不要吃宵夜？Man，我休息一下，等等就要走了。好吧，不要做坏事哦。放心，我没那么无聊。干，连这啥小了？干，喂。喂，少尉，我好像没有带到钱包，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你是要我帮你吗？对啊，帮我看看桌上有没有，我记得刚刚有放啊。嗯，还是在那个抽屉柜子啊，还是在我那个包包里啊。啊，在我这里啦。哦，好笨哦，被压住了没有看到。谢啦，拜。啊哟。伟哥，昨甲阿哥甲你拍代志，有人听讲啊？嗨，免烦恼啦，我有汽油啊，无代志啊。不是这个问题啦，
我是华乐宫高大哥以后就不会再信任我们的了。我传这啦，来宾吼，是阮做的补助申请书，还有之前债务抵押的契约，我拢传好啊。又参作会和林修加签，安尼不好记得啊。好，威哥，我们吼一定要拿回高大哥的信任啊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卡唔好甲提过啊。注意啊，注意啊。哎，威哥，要记得要拖全状的哦。嗯。那这样你还跳啊？嘿，对啊。来啦。看你袂晓跳。哎，超烂的啦。好。干。换你啊，换你。哎，烂死。在弄什么？下礼拜的生日会啊！哎，你怎么会来？哦，没有啦，想说我这边有那个育幼院的那个补助申请书的啊，啊，如果申请过了之后就不用一直借钱了。那么好，好，那这样就不会想要拿走育幼院了哈。阿朱，你怎么先走也不讲一下？好，没有啦，因为昨天有点累啦，啊，到撞球馆我就先睡了。啊、你的伤好一点了吗？我这边还有药，你要不要擦？免的。不行，你那个是擦伤，要换药。等我签好的时候再帮你擦哦。哎、欸，嗯。啊，你那个布置生日，要不要帮你啊？不用啦，我一直都自己一个人啦、啊，又不难，而且也快弄好了。只是吼、哦，金浩浩他跟我说啊，希望生日会的时候你也在、欸。他说你不在的话，他就不想过生日了。恩也跟我说你要上彩色笔耶，怎么这么好，我都没有。哎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我签好了啦，要你送我去送。我送就好了。那么好。哎呀呀，谢啦。不会的。那我就先去仓库了。哎，调好了，调好。没有啊，想说借一下胶水，把这个粘起来。啊，那个我先走了，我先把申请书交一交啊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换药啊。不用了啦，拜拜了。嗯，包围啊。哎，对，冷笑话来啊。我无想要看到你啦，把我死出去啦。我搞黑，快快等一下，快挂出去啦！等你啦！幼儿园的代志要处理好啊！我就知呢，我若无你一条阿玲咯，你绝对袂乖乖去好办代志啊！无安尼啦，林刚哦，甲我走一段幼儿园，叔叔哦，甲母母请过来，哦，代志甲办办嘞。林少啊，啊你是安怎甲物件揢着的哈？迄个使讲，绝对哦，去杀了阮少爷啦！你捌听人一句话吗？弟母哦，卖孙情啦！来来，一拜一拜。好，继续继续。喂，大爱，
回来啦。啊，不是讲练功？安怎？袂呢哦？无啦。好啦好啦，快紧来啦。好啦，我马上到。不用瞪我了，你自己看，自己签了名，还想赖账啊？还是你在场上签了名，没有认真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东西赶快收一收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啦！你在创啥啦？哎，林老弟啊，我来处理。是。你来啊吼！我问你啦，你是安怎叫签名？啥林小姐拢唔知啊？我想讲哦，林小姐同意签名吼，我过来甲拍一下招呼的，结果呢，误甲阮两个人歹面相看。哦，你安尼话就歹做人的哦。谁叫你要下什么鬼巫术啊？不然就不用搞成今天这样子啊！当初乖乖签名不是很轻松？你这个骗子，还我权状！我也想你把他告死你们了。告什么告？怎样？你要告死我，我先弄死你了！卡得多好啦！哦，我拄啊到医院尔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咧少年啊，少够厉害啦。啊，你个徛落去哦，我都碎体尔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国北路迄栋厝哦，我那个水果咧业务哦，给我创好势啊啦。资料伫伊遐啦吼，甲资料送去了后阵哦，就再谈工啊啦。国北路的厝，你之前不是讲倩倩搬走以后要借因住？系啊。我叫阿狗处理好啊，安怎？哪像你来做代志啊？拖拖刷刷，你不是讲要因冻一时啊？哪会袂掉啊啦？靠腰啊，要当我留去做灶脚、哦。太神气了！大诶，这跟之前讲的都无同款啊！啊，倩倩嘛住伫迄间，你收走以后，伊就无所在通住，无所在通住，啊，遐恁那边安怎啦？歹势啊，大诶，处理代志哦，我看唔该你咯，哦。不是靠腰哟！你无看我咧讲电话哟？大个，拜托一下啦！你遐尼济厝，你互因一个所在住，安尼你嘛无聊啊？无聊？安怎？林千千就够念，你即马我已平安，哈、啊！即马甲我讲话，你煞甲红声，哈、啊！摕着厝了不起啊？你算啥卡潲啊？我咧夹你命咧！我甲你讲哦，我一定互你足侪个机会啊！哦，咱人忍耐是有限度的哦，你话差不多的哦。你娘嘞！你想我死的家伙，我心舒心麻完。我干你娘嘞！干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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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去姐姐家住个几天，倩倩老师之后再来接你们，好不好？长颈鹿叔叔的相框可以拿回来。在这边要乖哦，拜拜。哎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刚刚还想说要打给你，叫你过来看呢。看什么？就看我整理的、啊。我没有兴趣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你看相框，
是我做的哦。我照片刚才印的、啊，刚我老大哦，把我照片抢回去撕掉，我超生气的，冲上去揍了他两拳。哦，你等我一下，这权状我帮你拿回来了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啊。我居然会想要偷，好啦，啊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还有这个啊，我也偷了这个。这里我都整理的差不多了，那你就看一下有什么要修的，或是要买的，你再跟我说吧。你以为修这些东西就算弥补我？没有啦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们黑道就很讲义气呀。啊，这是我代高天神赔偿8000万吧。还有那扇门，我想要换新的，而且整个育幼院的墙我都想要重新刷，可以再麻烦你吗？啊？还是要用这个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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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变啦变啦，谢谢啦。不好意思啦。没关系。哎，生日快乐！